第二十四题，在地球上，一弹簧挂一公斤重的物体时，伸长两公分，且未超过此弹簧的弹性限度。若在月球上将同一弹簧用手拉长两公分，此时对弹簧的拉力为何？我们根据虎克定律，外力会跟伸长量成正比，外力一样，伸长量就要一样，而伸长量一样，外力也要一样。所以地球上一公斤重可以伸长两公分，到月球上要伸长两公分，也必须要施力一公斤重。所以第二十四题问我们说，此时对弹簧的拉力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等于一公斤重。